闽南语和理学。今日来探讨春秋战国汉字到底安怎发音？真侪人拢讲三千年前，这个汉字的发音已经无去啊。但是今日我要甲大家解说，这个汉字的发音到即卖犹原存在。汉字一音多字，同音的字很多，如这三个名，一个是明天的明，一个是名字的名，一个是铭记在心的名，他们的音都一样。所以在三千年前，那个弟子在记述的时候常会误指，常会误指就会记错了。你看哦，如果用普通话来看这句话，这个记述跟误指是不是就会弄错了？因为音相同。但是古代会不会有这种现象，音相同写错字？当然会啊。那如果音相同写错字，那我们把对的字跟错的字两个来比对一下现在方言的发音，看看是谁的发音有这种现象，我们就可以知道三千年前讲什么语言。这不是很简单吗？这就是我今天的立论根据。比如说满族这两个字，满足，所以在普通话里面他说满好，满好，因为满的就好啊，你在添装水的时候装热水装什么水都一样，满的就好了啊。但是满好就是足好啊，台语好就足好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满就是足的意思啊。那今天我们就却把它误作满好，这个野蛮不会比较好呢？又不是在玩 SM 游戏，不是这样吗？虽然汉字港音无港字啊，这个现象学术界叫做语音通假，港音无港字就是写唔到字啊。但是因为迄两字的音相同，学术界就来叫做语音通假，用声音来互相假借来借字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所以港音无港字，学术界叫做语音通假。你来看汉朝西汉的司马相如，这个况在康熙字典里面，他说又临访约来况，又临访约来况。你如果用普通话来念的话，你没有感觉。可是你如果用台语的读书音，用闽南语的读书音来念，你就有感觉。比如说司马相如子虚赋这句话，我读一次给你听：足下不万千里，来访济国。司马相如这一段话是这样写的，所以来访济国，你会发现这个况它读作访，其实这里是来访齐国，而不是来况齐国，它只是拜访的访跟这个况两个字的台语同音而已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汉朝司马相如西汉的时候，他讲的这个语言是闽南语的读书音，是台语的读书音，是河洛话，咱讲的雅言，当时的通语。你会感觉哦，足烦的。为什么我要讲遐多？因为我只要讲台语，足多人就会甲我反对，讲遐是闽南语。所以我会惊你讲我较详细。台语就是闽南语，闽南语就是河洛话，河洛话就是雅言，雅言就是古早的通语。你知影无？所以你只要比对写唔对的所在，看两字发音就知影古早发音为何。对的字甲唔对的字，两字你三来比啊，比闽南语、比客语、比广东话、比普通话、比的，你就知古早讲什么话啊。所以你若有看过我以前录的影片，你就发现啊，《西汉杨雄方言》这本册，你比来比去，广东话 get out。K 为 get out， 普通话 get out， 闽南语 OK， 你就知影讲哦，为周朝到汉朝这段期间，犹原是讲闽南语的读册音。那闽南语的读册音为什么会参中原的话语相同？啊，这就是历史的问题啊。什么历史的问题？因为你去看魏晋南北朝这五胡乱华，那为北方
脚底抹油酸，酸来到闽南，咱伫闽南带落来，所以咱就把这个北方的语言带来南方，所以这个语言咱伫南方即搭只发展，到明末清初啊，就是明末清初，汉人佫走来台湾，走去东南亚，即搭这个语言佫带来台湾，所以保留伫台湾。啊，因为台湾这个所在佮汉族佮加一种人，对咱过来跩汉人。包括闽南、客人、个广东人来到一带这个所在，但是闽南人上多，所以这个语言在台湾的算上多，用的人上多哈。所以我整理一挂庄子、列子、甲《诗经》写唔对的所在，提出来探讨。庄子、列子、庄子、列子为什么写唔对？因为庄子是庄子咧讲话，伊的地主在记载。记载落来，列子嘛是安尼啊。我讲你写，唔是庄子改写你啊。因为伊真侪学生啊，所以拢学生写的啊。结果伊讲的话，因为咱汉字共音的字真侪，所以就写唔对啊。咱来看者，你就知啊，这个理论真简单。我用这个理论上简单，因为咱汉字三千年前安怎讲话，咱拢唔知啊。但是咱会使用这个道理。咱会使知讲三千年前讲什么话，所以这个理论就亲像啥？亲像三千年前的录音机同款。三千年前的录音机，你先准备一杯清茶，节目马上开始。你看这里四，这里四参十字哦，咱台北的十字的十啊，伊是同款，音是十，但是。一家吼，空气里电力工又与习通，这个习是连读作习力的习，啊习参伊的习音足相共的，所以音因为足接近，所以庄子的地主吼，伊就写唔对。伊讲庄子的《天文篇》，伊讲吼文明参乎，即通识不迷矣，通识不迷矣，这里习。其实这个家吼，应该是多几里，应该是几里，应该通系，就是整个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。伊的意思是讲，蚊啊，你家你家家你的皮肤啦，你就规暗拢未困的。你看咱以前吼，啊无蚊倒的时阵，没有蚊帐，没有蚊帐的话，你没有办法睡觉，因为只要有两只蚊子，你就被吵死了。哦，通色不迷，不迷的用你去迷一个。诶，米就是这里啦，哦，它是旁边有一个未来的未，是念作米来的米，哦，通色不迷。过来，你看这里微又与未通，微甲微声调无同的呀，这个是第一声，这个是第三声，结果伊的地主听到的时候，伊嘛达记唔着。庄子这个《鱼虎篇》，伊讲米上见虎子，牛人如此。机位呀、啊，机位呀、啊，结果地主呢写作机位呀、啊，因为位甲位音足接近呢，所以吼、哦、伊就写唔对，这里爱写作机位，位位就是害怕的意思。你看这里墨这里吼、哦、又与墨通啦、啊，墨是沙漠的墨，那代表沙子很广大啊的意思啦、啊。所以庄子的《逍遥游》啊，这篇内底一下哦，光木之夜哦，光木之夜，这里木伊爱写作沙漠的漠才对啦，啊，结果这大家伊嘛写唔对啦，所以你也感觉哦，足奇怪，安内拢写唔对。你看沙漠的漠旁边有一个漠，那跟这个漠有边读边呐，这得汉朝以前是这样，所以你也才发现哎。台语共音啊，台语共音啊！我讲的台语是读册音哦，台语的读册音共音啦、啊。因为这些东西读册人咧写的文章，所以你要用读册音。过来，木哦，这里木就是精呀，但是这里木是精呀吗？唔是啦，这里木哪有可能是精？都是你才是这里木哦。啊，所以君乎木木啊，木木的，这里静默的默啊，你知影无？哦，所以边仔个注解伊讲言清静而静志也，对讲吼静默艺术啦。哦，所以这里
伊嘛写唔对，爱写这个这个幽默的默啊，静默的默。来，这里有只凹，又通 O， 这里 O 跟 O 会相通吗？我跟你讲，不会相通，它只是因为列子这一篇他写错。列子里底皇帝篇，伊讲海上有好凹鸟者，凹鸟者哦，凹。鸥鸟就是海鸥的意思啦，哦啊、但是它写成水字旁，应该是写成海鸥的鸥才对、哦、所以这个地方它又写错，因为这个是台语的读书音又相同，其实普通话也相同、啊、但是大家都知道普通话，大家都认为普通话是近代的语言，所以那时候没有普通话啦、哦、是不是这样？好，那你看一下这个同，又通作同，好，这个字是同哦，不是共哦，共就是同，所以这个字是两个懂哦，懂哦，所以列子皇帝篇一公，中医我懂者，今尼爱之哦，这是列子来对下，我懂者，懂跟我相同的，而不是儿童的童，所以这个字他写错了啊。那这个同跟共同的同是两个字是同义字，这里是两个。当年的当也是当，哦，念作当也是当年的当，未使念作同款的同，哦，真侪人拢以为下底有一个同字，伊就念作同，其实唔是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背这个字，背这个字在集韵里面是补昧切音之背，这个背咱念作背，哦，背，说文说是繁也，哦。那《礼记之一篇》里面，他说：“寝衣给鸡，积民不背啊、哦，不背。这里背是翻背的背，也是背书的背这个字才对。哦，不是一背两背的背啊，因为这两字是港音，所以一个写唔对。所以那么在讲，哎，这拢相通的呀、啊，因为闽南语、台语读册音相同啊。”另外，咱看背这里的淮南子，哦，淮南子《人间训》内底，伊讲善罢背世而俗，严孤国印，哦，背世而俗，哦，这个背嘛是安尼写才对，唔是念作，唔是写一背两背背，所以这台语个港音。明天的明，哦，咱读作明。那这里明参这个同盟会盟一个感音，所以的《诗经·小雅》一共不可与盟，不可污明，不可污明，这里明就是结盟的意思啦，不可以跟他结盟。哦、所以你要看，这大家都是感音。哦、那你如果是普通话的话，这个是盟，一个是明，是不通的哦，是不通的。所以这里还是台语才会同音，哦，台语、闽南语才会同音。好、哦，这个地方是不可与盟才对。所以关定这高的嘞，哦，这高的嘞，为什么我提高的嘞来看？因为我家有更加多的资料，但是我提高的嘞来讲，因为九就是最多、最大的意思。所以在易经里面，九是代表最大。哦，人讲江湖七点诀，讲话无忌惮。咱要知影三千年前的话语，你只要安尼看得到啊。共音无共字，你摕唔写唔对，甲写对的来比，就知影讲古早安怎讲。谢谢，多谢，刘兰，安之生，幸蒙你。